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吴韵杰，欢迎来到我的鬼游分享篇。像你们看到这两罐呢，就是精华油。这一罐油其实也是那时候我在韩国买的一个，被店员推荐的一个美白的精华油。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那种修护保湿的精华油，就是油嘛。然后我就会拿一点面霜，让油跟那个就是面霜呢融为一体。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呢？是因为这样子吸收的速度会更快，然后更好。然后我就会这样子，然后让手热，然后这样子按我的脸。这是一块玉，就是我在一个玉市场买的一块玉，就趁那个面霜跟精华油都还在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，哇，从这里。这样刮刮刮刮刮刮下来，然后像这个有个这样子的切面，我觉得这样从眼睛这样推推推推推推上来，推推推推上来。但是光光是这些油呢，当然是不够的。你看我头发这么顺，头发这么顺呢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每天洗完头发，我一定要用发油。这是我们去韩国必要去扫购的油，但现在台湾就买得到。这罐油呢，就是你平常洗完头发，然后就可以抹的油，造型可以用的油，就是这一罐油。然后这罐油呢，不管是你是卷发或是你是直发，都可以使用。通常会洗完头发，我就这样挤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就是挤三下，然后我会这样，然后呢，我就会像是猫爪子一样，我会这样顺我的头发。就是虽然头发的保养只有油，但是我觉得颜色它也非常的重要。像这样，我擦一下我的脚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我很推荐大家使用的一个染头发，它是一个泡泡染，方便、快速，然后经济又实惠，然后人就是你弄完之后，你就会美得冒泡。就是他还附了一个，就是他怕你染到衣服，你可以绑起来。然后就是尽情的洗头，然后享受一下自己的时光。记得从脸到头发都可以爱自己，然后让自己美的冒泡，这才是一种拉咪拉咪的表现。